啊，都给，现在全给了。这一波也是资源全交啊，先帅再说。毕竟还有个图克里，是吧？打到一格血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画面 EP 位置是来自日本的 MK 默克对战来自于香港的菠萝，还跟以前一样吗？刮痧刮痧王者是基本没什么太多变化。哇！哦，直接 AB 飞兵有追，好对空对空，哇，这个对空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强泽果然了解啊。那是防住了之后的一个小缺乏啊，起身抢 C 头，打点点高了被拖下凡，哎呀起身直接 C 头再来，这个效果好啊，当你哇跳地截空，两个顺影都来了，再则下凡有点快，是再 C 头起身 AB 看来是不行的啊，不能 AB 这边直接复合了，点到了，再来又是个逆向，有点帅，有点帅，节奏很快啊，给我看花了，菠萝这边招架不住了，菠萝找了一个机会，我也来啊，正向，正向，哎，血量不太支持啊，血量绷住了，有点符合他的这个名字了，是，哇，直接一个 ES 双龙打掉对手的波动啊。哦、直接 C 拳，有时候起身他感觉是那么很近的啊，就抢头，对，打中没有确认后面，说下盘防住了，好快这一下，又投到下盘，带走了顺影的一个一穿三啊，CD 放倒，对，菠萝这边先找个机会，喂喂，这手不错，这是一个跳 CD 的复合。对手如果是 AB 的话就是后后抓紧抓 AB、啊、青城龙，哎距离不够、哎、距离不够缺乏，得一手逆向、啊、很快啊，这一下这招好帅呀、啊、是啊，再来又来，我觉得用的已经蛮多了是吧，对，再一三不能再三了，可能一会儿可能是个正向了感觉，好追，哎，蹲死了，差一点，是的，有失误。下凡有，直接一气穿过来，再来是个正向，居然，这个真的太难看了，太难看了，是个正向，前面是个正向，因为之前已经铺垫了好几次都是逆向。是，哎，还想让刚才那样双龙传播，还没有打出来。那反现在也是直接补个刀啊，开局是。M 克这边呢，二发伊斯拉，嗯。升龙对空啊，上来升龙就没打到啊，啊这居然相杀了，这是很像八神那个百合折升龙逆向判定，对，打到了，对，好直接点到两点确认接一气，有个强制倒地，看一下起身好升龙，哇各种轻声对空，点到乱动机会，带不带走，来看一下一气，应该是不接吧？不加，哦，全给，哇，伤害是真的要补死的。哎，对，找到机会就直接给他带走。嗯，半血没气，看一下摩克的这个库克里，机会，嗯，一手低头，直接一气还可以再追一下，好，不好过来了。我嗯，直接抢空啊！这一下，他瞬影现在的跳地性能也好厉害啊，对吧？很强。再一个就是吉斯，是，看一下暴风，哇，直接过来了，打一套。得了一手逆向，有点帅。起身有一个杀分身，可以再择。啊，没有快速起身。哇，逆向。啊，有两气，来看一下中断，哎，这失误了吗？还以为他是套路呢。是 ，yes 风，但这边 MK 的血不多。哇，直接打，
感觉这个他们两个人打的话顺应很关键啊，两个人。今天找着机会能逐渐的扩大优势，顺应放倒以后强泽，正向的一个安全，关键这种安全跳你还不能 AB， 是还可以去追你，再来中段下段赶紧抢起来，想拉开距离 MOK 直接追过来了，再来虚晃跑了要被投，对，哇好快，很快，你这还有没有后跳地解光，这里是刚 CD 没有刚到啊，一个小血反，我轻装打中了 C 头，哇有对策，有对策，有的，好来看一下 CP 对决啊，一第一次拉女主，中段防住，防得挺好，跳地截空逆向打你有点高啊，哎刚 CD， 哎但是慢了吧，慢了，应该是距离有点不够他的点，也来一手清空对空，哎还想来，看来两个人节奏也是慢下来很多，对，哇这么远的距离双方对空，下重悬崖起身接一套，再来这哇没打到，那应该是带走了，发个波然后踢一脚，我觉得直接就空中地攻击，对，好在于有四气，是将近四气半啊，两个人的双赛点啊，哎对方打背身了，原地跳偏拆，这是为了好像打伊斯拉不太好打呀、啊，那道哦，这道 AB 伊斯拉这个距离也远，武器还没有用出来啊，布罗这里找到机会来了，都给吧，啊，真八真女好像还得留一留，啊，都给，好全给了，这波也是资源全交啊，先帅再说，毕竟还有个库克里，是吧？打到一格血，龙卷风。好摸不到，哦好的，手头想投想得很好，没错，是一个下臂起手结束的，对，或者说像反腰双拳这个中了可能就没了，正向你都不敢乱动，压左边相杀带走了，到了那没了，那波罗也是可惜啊，两个人拼到了双赛点最后一个人啊，是的，那这样的话也是日本的 MOK 晋级，是晋级八强啊，那波罗呢？